要哪根菇啊？没关系，同根菇两个要不？好不好？好奇妙。蛮好奇，像鸡汤一样的嘛。拿筷子看呢。这是免费的，希望能扔进来盖了啊！盖到门帘朝前就要那么得了。秘制酱料，色香味俱佳，营养价值高，香甜可口，回味无穷。纯天然绿色食品，味道独特，好吃不贵，价格实惠。色食品花式烤鸟蛋，鲜嫩可口，健康美味，现做现卖，卫生实惠，非油炸更健康。原汁原味的烤鸟蛋，采用优质鸟蛋，秘制酱料。所有乱进去，用过了，卖给。绿色食品，我朋友在这里卖这个花式的棉花糖，一天可以赚一两千块钱，生意挺不错的。绿色食品花式烤鸟蛋，鲜嫩可口，健康美味，现做现卖。哇，好大的一个棉花糖啊！老板娘，送我们有没有欢迎？好，我记住哦。哇塞！这个当家哪个钱的？勇哥。老妹，这个不对，好久没吃棉花糖了。从小的时候，读小学的时候吃。欢迎不疯狂嘛？你要哪一家朋友在这里卖，给他补个场，买串的嘛。大的，但是还是蛮好吃的。你要几天的？还给他。对，好。你只有这一罐。对，三个鸟，三个铜雀。只有哪罐高？没有，没有。来，老板。好。哎呦，你死我！回忆童年，来，干一杯！干一杯！干杯！